等一下，我在看昨天发生什么事情。喂喂喂，哦，有声音，好。看多多好像昨天也来当医护了。好像就这样而已吧。可以欺负学妹，可是我听他们讲，好像昨天他很疯狂诶，应该要去看一下有他的记录档。多多很少在开台啊。有人吗？没人。是人吗？是欸。早安，早安。应该叫朵朵陪我做早班的，不然一个人，不然就一个人当，好紧张哦。感谢发喽，又不是说像我做超商，你我因为我做久了，我知道超商的运作该怎么做。啊，你看现在一个新人雇一间医院，又不像雇便利商店，有没有？呜。哎、欸，你是 Hello, 学弟吗？对，我是最近新进的早班学弟。哦，新来的学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心肝，你可以叫我阿星或小心就好。小心，小心哦，好啊，我叫阿坤啊，我是你的学长，我专攻骨科的，所以如果有那种骨折啊、膝盖受伤那种，你可以跟我讲，就是我可以让我来动手术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给你我的电话哈，好，你记一下，56029。啊，学弟，你进来几天了？上班几天了？今天第三天。有没有觉得医院玻璃很干净啊？我最近都爱擦哦。有哎、欸、有，原来是你擦的、哦。有啊，玻璃变很干净呢。那真是辛苦你了，哎呦，早班能做什感么谢。啊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你这几天值早班下来，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阿公而已吧，整天要我阿公塞啊，痔疮剂。阿公那个痔疮。因为你也知道，痔疮是不容易好的，所以要一直给他药啊。对啊，那你对知对道对，哪要边带可这以拿个，到不药然很吗？容易感。药的话，这里啊，你就拿那个 OK 泵把它捏一捏啊，然后口服药就给他一些
简单的那种麻醉剂，让他没有什么痛觉就好了，这样他就以为好啦。哦，好哦，感谢感谢。昨天对还啊，拿对这个啊，塞他啦。对啊，但是不能一次塞太多啊，因为我们要回诊，要回诊率要够啊，这样子院长才会哦，看，诶，你那个回诊率很高，就代表好像你的业绩很好啊，就大家都找你看病啊，这样你就升得比较快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感谢学长。对啊，这几天早上应该比较少人受伤吧？对啊，比较少，比较轻松啊，因为怕一个人压力太大，这2天都只有一个人，有点紧张。对啦，这样讲也是啊，因为你一个人的话，你又要来这里柜台帮他们挂号，然后你要叫号，诶，1号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你要进去检查，又要开刀，这样一个人很累啊。啊，这个是什？你这要掉怎么的？捡起来啊？因为这是帮阿公塞的东西，要怎么捡起来？哦，没关系啦，就放着吧。塞过的嘛，塞过的还是不要捡好了。我也觉得。那那平这几时，天下，哎，是平平时时怎么啦？早上都可以去哪逛逛吗？因为在医院真的人气吹久了，有点头痛。头痛啊，头痛，你可以看，如果外面天气好的话，你可以去晒晒太阳啊，像去那个车库那边待命什么的也都可以啊，不一定要待在医院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你平时都去哪里逛逛啊？我平时哦，因为我平时是比较偏那个，我只有一二啊，我只有一二比较容易会有早班啊，不然平常我通常都是晚班跟大夜班啊，所以那个时候。我就是那时候会比较忙啊，比较繁忙的时段，所以就一直救人啊，不然就是帮警去警察局问问他们有没有做健康检查啊，然后再把他们带来做健康检查。哦，聪明诶。对啊，然后现在你又多一个，我们这里啊多来一个心理医师啊，所以就是以后如果有人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啊，你可以帮他介绍。就是来这里给我们那个心理医师看，你认识他吗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那个新来的他叫吴涛。那个吴，口边吴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吴涛涛啊，他叫吴涛哦，涛，我们叫他吴涛就好。你有以后有遇到的话，可以跟他认识一下啦，就说你是那个早班的医生这样。好的好的，我比较拿手是看动物啦，看动物啊，所以对你啊，是兽医毕业的是吗？是啊，但是找不到这边有兽医，就来当看看人的。哦，这里也是有啊，这里也有动物啊，像有猩猩啊，也有都有有有，啊。我听说猩猩叫蓝交椅，但是还没见过它。对啊，可以看之后有机会，有可能会遇到啦，因为像这猩猩来的话，我们一般也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好，我有遇到我再来处理它。好啦好啦，啊学弟你先去忙啊，你那个口罩可以拿掉啊，等至那我常个常戴着啦，因为闻到一些香水或是脏空气，我会不舒服。哦你会过敏是不是？哎，不哦是，好就只吧好是吧，头那会没晕关而系。已。哦那你晚点看院长回来，叫他帮你检查一下那个脑部啊，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没有，很正常，因检为很查容过易了，很头正常，晕。天生的，检查天过生了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吃个药就好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好啦，那你去看巡逻晃晃啊，这样看看有没有人要救的，有没有好，受伤啊什么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感然谢后我学们晚长。点见。好，不会不会。第一次遇到这个学长。有啊，我当时就是台风，在运送的过程中碾死太多动物了，我就想说，我来当兽医吧。看一下哦。我觉得这边最多动物被撵吧，看一下，
吴涛涛是谁啊？是前局长吗？是小穗吗？我其实现在我都很早睡了。我昨天本来不是说要开台画画吗？结果一睡睡了13个小时，7点睡，早上8点起床，我还以为我睡了1个小时而已。哦，所以他的设定是真的很渣吗？我真的没有看，真没有在看了。你看哦，我白天要这边的早班，其实没有勉强啊，只是说，哦好，只是说没有早班医护的话啊，就没人救，又很麻烦。然后又要画画，最近的商品要画，那再来，哦，影片还要剪。然后看情况，晚上还要开台，对啊。早睡不是我太累了，我昨天本来要玩的，啊，因为就是我最近眼前的飞蚊症越来越严重了，就是你眼球只要轻轻动一下，然后就有东西在飘。我以前都只是看到3、4个而已，最近是看到快10个，我还在那边那个用发呆的方法在那边数有几只诶。知道多恐怖了，可以说字，可以啊，我现在就是可以跟你们聊天，啊，我就是不要在游戏内去聊到外面的东西。什么？这边可以说字，说字 RPY 的人，什么 RPY 的人？可以啊，啊，因为我问的啊，早安早安，因为我自己问的，我好奇啊，因为。如果现在又来去追剧情的话，我一定这个时间不会开台啦，我会看台啊，看记录档啊。哎呦，怎么跑掉了？吃一种东西可以治飞蚊症，吃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从国小就有飞蚊症了、欸，因为我国小。就毕业，那个不是升旗典礼，要那个敬礼看那个国旗嘛，就看天空就看到一些有东西在飘。那篇文是说凤梨啊，凤梨我也常吃啊，感觉没什么用。我怎么说我的哎？我都戴成这样子了，我隐藏了我的杀气跟我的呼吸了，我要进行考察。哦，去买望远镜好了，你去买个望远镜。昨天发生好笑的事哦，怎么回过头来又有了？改变之。阿星二。我们现在要去采样，改变姿势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我们现在观察这只公的麋鹿，好像看不太到哎，再往前一点点好了。等下，怎么会这样爬？哦，可以，他还没发现我，他还没发现我。啊、哦，还行。
我们现在很近距离了。我先看看他，好像有点瘦诶。他是不是？玩笑。现在感觉他有点皮包骨，这边的草好像不够他吃诶。他在叫吗？是他在叫吗？什么点凤梨眼药水，感觉会瞎掉，白痴哦！有啦，昨天干爹是有叫我去点一个眼药水，他、啊、说什么抗蓝光还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现在不是我还没点啊，是因为我睡了13个小时，感觉眼前比较好一点呢、啊。重点是我不能，哎，我不能按 W 前进，我要按动作才能前进，哎。我们帮他取名叫班比好了。现在他一直屁股朝着高速公路在吃草，可见高速公路是安全的地方。那个方向可能会有山猫或是肉食性动物会从后面来推着他吃，所以他现在，哎呦，我在看哪里？没有人，好。他现在就是很有戒心的在吃草，好奇怪的开台时间不会啦，哎呦，天色暗下来了，我看看他要不要喝水哦，啊，下雨了，我要去躲雨，他不见了哎。怪，你怪，你怪！哇，下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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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讨厌！我应该去买类似摄影机的东西的，可恶！对不对？那买个摄影车啊，还是什么的，用。我们继续刚刚的拍摄过程。他不会上车啦，我们去找刚刚那头鹿哈。我真的觉得 GTA 这个设定真是很好笑哎，就是你只要视野内没有出现，他等下就出现了。啊，我吓到人家了，他们很开心的在跑，他们现在很开心的在。在跑，不要去马路上！不，你们快进去！我要维持交通，你们不要，你们不准撞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小白，赶快进去！不要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嗯，烫啊！不要撞到他们啊！不要！你也往里面跑一点嘛！我看一下哦，可不可以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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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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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拯救了2条性命。好的，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位置。早安早安，现在要开始实行我们动保鬼岛动保的。要怎么讲？计划，我可以鸣笛呀。可是，我刚忘记了，刚 刚位置在哪里？我记得是在这里吧？这里也宽。哎、欸，又有新的一只了。哦，又是我们的小菊跟小白，不要再跑啦！让我看看，
我忘记哪边有兔子了，帮我去看兔子。我要等雨停欸。你前面的停下来，我来做健康检查。停下来，这是狼吧？那时候是谁跟我讲说这是猫？我说我撞到一只猫。停下来，狼儿，停下来。现在要进行身体检查，请配合，停下来，拜托。哎、欸，不配合哎、欸，臭狼，山猫，山猫我知道啦，那时候是在更远的地方。等下警察跑来抓我的时候，我说没有，我在研究动物，对吧？那开着开着没有油，天哪！还有什么动物看呢？哦，这边有好多鹿哦。没有啊，我身上有油桶啊，我有买油，就是因为怕，哇，这边好多动物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位置，好，我们打点光，咔嚓，咔嚓。我又吓到人家了，哦，这距离好难拿捏哦。怎么又有？然后好忙哦，打光，咔嚓，现在没有医院的，现在没有人受伤，就只能来拍拍动物了，去找山猫。好了，看一下山猫。我记得山猫的点是在，好像在这里吧。我不想撞到你啊！在带路吗？不要乱跑哦！哎呦，这只怎么那么特别？我感觉这只就是常常被撞的那一只啊！我每次看人家来包毒都会撞到一只鹿，应该就是它了吧？觉得吗？停在路灯下，还是它是八大行业？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只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只哎、欸。好啦，你们借过一点啊，我不想撞到你们啊。哦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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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灯，跑起来跑起来。感觉他们在带路哎、欸，哎、欸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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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对啊，我得再跟院长说，其实我是看动物的。这边是不是他们出狱的地方啊？我靠，欸，RP 车子耗油吗？我从刚刚你们说要三猫过来到现在，我耗了2%的油。还好啊，你不要开警鸣笛，不要开那个，不要开这个，再加这个，就不太会耗油。我感觉是这样子啊，耗油是还好，我是怕撞一撞撞到我的车子烂掉。对，我总觉得路线怪怪的啊。哦，是公升哦，哦。哎呦，那不是人吧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你好像，你会说话吗？现在晚上有野生动物出来哦，赶快去避难哦，很危险哦，被咬到可能2、3千块跑不掉哦。Hello。哦。是市民。不能乱揍人呐、啊，哪有医院的人乱揍人的啦？缺业绩也不能打人啊。我是医生呢、欸，不可以乱打人。我不是院长。我真的应该买一台自己的车了，不然感觉开着这一台好重哦。对啊，我刚刚以为它是什么招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仔细看真的是吓一跳欸。而且如果真的要开台画画的话，你是狼吧？哦，蓝猫快到了。开台画画的话，我应该要当裁缝啊，或是那种渔夫，就比较没有那种别人找你，然后你要出去做事的压力。因为如果我画面切到那个切出去的话，它的音效是停止的，所以我听不到有人找我的声音。